有印象的。说实话，我大学的时候也挺想拍一个这种景色的。它的这个颜色色调保持在了一致性，这个整一个框架组成了一个那个图片，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印象的。它整体的这里的感觉。之前呢是平地的，因为之前被政府给填海了。前面是金道园，金道园的话那里的粥挺好喝的，比较浪漫的一个吃饭场所。就海盗世界的话，其实主要的居住人民的话就会比较少。外国人比较多，导致市里的话可能各方的各国的美食会比较出名。现在觉得可以不用叫外卖了，还是能尽量自己做就自己做。